釜山新一代智能缝纫机评鉴会新城站现场反响如何？让我们随机采访几位吧。哎，您好，大哥，打扰一下，就是我想采访一下您，就是您体验完了釜山这款9V2感觉怎么样？非常好用，薄料厚料都可以。然后我试了一下，就是单双片的线迹都非常漂亮，看那个单线迹都非常漂亮。这个这是双片的，我们再来走一下单片的看看。看看走单片，我们走这边，啊，空车断线的那个线迹都非常漂亮，嗯，空车断线，并且它线尾不会掉，这个是很厉害的技术了。你好，大哥。啊，你好，你好。哎，打扰一下，好好，就是我已经观察您半天了，您一直在试缝这款9V1平缝机，整体感觉怎么样呀？挺好，这个机器当时还挺轻巧，线路什么的还都挺好看的，还，嗯，轻巧度还够用。感觉的话非常的话感棒，啊，就是那个薄厚的五的了，你看这个薄厚，感觉都挺好的，都是挺好的。这机又挺快挺轻的，感觉挺快的，挺轻的，挺快是吧？比我们家机器好使啊，决定回去整一个。挺好用啊，比我们家就行，快呀，快，真快，感觉挺好的，挺好的，机器用挺飒的。挺飒的，挺飒的。